解决方法。打个招呼，带私讯号。好，这么就是这么。一二三四五，来来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来喽，来，预备，清高空一波再判。洗这么久，不是，不是总结了很久。来，人家说不要听别人讲的，你那个人家在洗，人家在说的时候就要想。哎，讲什么？你就说人意思，别洗饭，我肯定翻车了。拦不住啊！这样五局三胜，就是太年轻了，你带着今天晚上谁都别想走。